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八十八个八子，我是主唱阿强，我是吉他手弟啊。对，今天要各位介绍一张非常棒的专辑，我个人觉得是应该是今年最棒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比兽还坏》，比兽还坏，是我们那个在今年新录的一张专辑，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制作，自己录音，自己那个出钱，自己印刷，独立制作的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非常的有趣，完全可以展现出我们这几年的成果。因为全部都独立制作，包括里面的插画，还有设计，都是我们全部自己来。然后他这样的歌词写了很多台湾乐团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，一些现象，像歌词里面像21世纪摇滚乐 style 是在讲说现在乐团的新乐团啊，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乐团，他对于摇滚乐的看法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，然后像一起来跳舞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很多玩乐团的朋友不开心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不开心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，总之我们应该要很开心。弹吉他是很快乐的，对，弹吉他是很快乐。所以像很多歌，像我要在世界给你的飞梯、内脏派对，我今天我听你们告发大深渊，全部都在写台湾乐团。各式各样的事情，所以如果你对台湾乐团非常有兴趣的话，来听这张专辑，你就可以知道很多的八卦。可以知道很多的八卦。跟小 S 这张专辑，对了，我们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隐喻，非常多的隐喻，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也不能讲说八十八八只是一个非常棒的乐团，我们是很棒没错，但是我自己不会说我们是一个很棒的乐团，但是我们绝对是台湾最八卦的乐团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乐团圈的八卦的话，请都一定要买这张《比兽还坏》，《比兽还坏》由喜马拉雅发行。然后这张专辑比较特别，是我们特别选在那个，我们不是在一般录音室，我们是在一个很传奇的练团室，叫393B1，是四分位乐团一开始的练团室，它算是一个非常有历史、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把我们这张专辑所有的声音录制下来，也是算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专辑。对对，大家可以买来听听看。我觉得真的是今年最好的专辑啊，不是我自己在老王卖瓜，是，但是这张专辑真的100分。如果是我是时代杂志的话，我就给这张专辑那个6颗星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。一定要买来听听看。虽然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非常不诚恳，在胡乱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我真的100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样，我是八十八哥八子 ，Nice to meet you， 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All right。